我叫 Andy Yeung， 我係嚟自香港嘅攝影師。咁我嘅專長係影風景同埋建築。上年嘅九月份開始就買咗第一部嘅航拍相機，之後就開始影航拍。咁發現香港真係好多唔同地方係好靚嘅，喺用航拍角度去拍攝。咁我之前就影咗一個系列叫做 Urban Jungle， 就係專係影香港嘅房屋有幾壓迫啦。開頭都冇諗過會咁大迴響嘅，咁自從我擺咗上去 Facebook 之後，好多唔同嘅外國媒體都會 send email， 咁我都覺得好好驚訝咯。因為其實好多人都知道香港係不嬲都好壓迫，但其實喺個角度，原來真正係可以咁擠擁嘅。咁我最新嘅系列叫 Urban Fog 咧，就係影香港維多利亞港三四月咧會出現一個雲海潮嘅。咁好多人都會去山頂一個好多人影嘅位置，應該盧吉道附近啦。咁但係你如果喺嗰個位置影嘅時候，你用普通相機影嘅時候咧，就會好有時候要睇你運氣。如果啲雲霧太高嘅話咧，會阻住你嘅視線，會影唔到想影嘅嘢。咁我就好好彩啦，嗰陣時候我就用航拍飛咗上去，見到嗰陣時嘅雲海喺維多利亞港下面。咁嗰個 moment 就我係第一次見到，真係好驚訝，香港竟然有咁靚嘅自然現象出現到啦！我會繼續去用航拍去影呢香港，因為航拍帶俾我角度係完全普通相機係帶唔到俾我。我覺得他哋會看完我的作品之後，會有自己的想法，會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如果做到呢個位置，我覺得已經很夠了。